Welcome to Tech, a video lesson series presented by the Asia Society. This series is intended to serve as a window into the classroom for teachers in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o see how theory, enthusiasm, and questions work together for effective and innovative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 Now let's go for Tech. Hello, I'm Mr. T. Hi, I'm Miss E. Hello, I'm Miss Q. Hi, everyone. It's TEQ time again. Today, we will visit Miss Lee's second grade immersion class in North Carolina. The theme of this lesson is, what do you want to be in the future? I can see that by the end of the class, th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identify the occupations and traits of different people in the town. And they will tell and write what they want to be in the future and explain why. These expectations require a lot of language application. I wonder how Miss Li will present the new words and guide the children to reach these goals.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to see how she reviewed what the students had learned in the previous lessons. Thank you. Let's go to the video. 好，小朋友们早上好。早上好，李老师。非常好，李老师看到小朋友今天都非常的精神，很好看。所以呢，今天我们一起要去一个新的地方，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 这个地方有一个名字叫做，有没有小朋友认识这三个字？丁香城。非常好，我们要去一个叮咚城，这里有很多的房子，有很多的建筑，还有动物，有汽车，有摩天轮。那这里呢也住着很多很可爱的人。刘凡怎么了？我们要去玩，今天因为我不知道今天要不要出去玩，要看天气啊。那。 这里呢住了很多很好玩的人，我们先看看今天我们要认识的第一个朋友是谁。这是谁？小朋友，告诉我。到前面来说，云涵。李老师。非常好，这是李老师。那李老师今年几岁？小朋友可以猜一猜，今年几岁？柏林。 21岁啊，李老师很开心。那李老师从哪里来？嘉乐，李老师从中国来。谢谢嘉乐。那李老师现在在哪里上班？没学到前面来。 在学校上班，很好。那李老师的工作是做什么事情？云朵，老师，是做一个老师，给小朋友教中文，给小朋友上课，很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人是谁？有可能知道，有可能不知道。我想请小朋友给他一个名字，你给他起一个名字。 月秋到前面来，你觉得他的名字是什么？他的名字是Nurse Nash。Nurse Nash，那你可以给他一个中文的名字吗？中文的名字，像李老师的名字，李老师姓李，所以叫李老师。那这个医生他也有一个名字，有一个中文名字呀。 那我换一个小朋友来起一个中文名字，一丹到前面来。你觉得他的中文名字叫什么？一丹。那我们想一想啊。声声。声声，很好，谢谢一丹。就像我们班的小鱼有一个名字叫嫦娥一样，他也有一个名字，一丹叔叫声声。那他今年几岁？ 他今年几岁？云海，到前面来。你猜一猜。31。他今年31岁，非常好。那他从哪里来？他从哪里来？子欣到前面来。
美国，找出一个句子可以吗？家乡哪里来？是美国。很好，他从美国来。他的工作是什么？他的工作是什么？子文。 谢谢，他是一个医院。他是一个什么？医生。医生非常好，谢谢子文。他是一个医生。那我刚刚说他现在住在哪里？他住的这个地方也是名字。蓝明轩。医院。他住在医院。有没有小朋友觉得不一样？他住在哪里？嘉乐到前面来。 他住在一个房子里很好。那老师再问一问，刚刚我们说我们一起去一个地方旅行，这个地方有一个名字，柏林去把衣服放回去。我们今天一起去一个地方旅行，这个地方有一个名字。刚刚思如也告诉我们了，这个地方的名字叫什么？ 那现在谁可以告诉我这个医生现在住在哪里？梅雪到前面来。陆凡熟。我想几个医生住在丁东城。非常好，梅雪记住了，我们今天是去丁东城，所以梅雪觉得这个医生住在丁东城。那他在哪里工作？在哪里上班？陆凡到前面来告诉我他在哪里工作。到前面来。医院。句子。他的工作。他在。 医院工作非常好，陆凡坐回去，手放好，眼睛看前面。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认识的第二个好朋友。那现在呢，我们一起看一看李老师这里有一些问题。刚刚我们一起认识了这些人，那这里有一些问题，我们还有一些新的朋友，要小朋友来帮助我们去认识他。 那我们看看这里有几个问题，小朋友和李老师一起来读一次。第一个问题，这是哪里？这是哪里？这是谁？这是谁？他叫什么名字？那有可能是男孩的他，也有可能是女孩的他。第四个问题，他几岁了？ 他几岁了？他住在哪里？那有一些问题，小朋友现在要做一个快问快答的游戏。我叫谁的名字，谁可以选一个问题来问，然后我叫第二个名字，你就要很快的告诉我答案。 我叫到谁，谁快快的走到前面，说完走回去。听到没有？你可以用这里面的问题，有七个问题可以选。那现在李老师让小朋友看一下谁来问第一个问题。树林，到前面来问一个问题，有很多的问题哦，随便你选一个。 你说出来，君子吧。这是谁？非常好，谁可以来给他起一个名字？来，思如到前面。这是警察。那他的名字叫什么？我是老师，我的名字是李老师。那他是警察，他的名字是什么？警察老师，警察老师，有没有小朋友想起一个不一样的名字？来，子文到前面。丁丁，他的名字叫警察丁丁。警察丁丁很好，小朋友来问问题，来，木青到前面问一个问题。警察丁丁是谁？警察丁丁是谁？那有没有小朋友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思聪。 到前面来。嗯，
他是警察。对，警察丁丁是一个警察。下一个问题，月秋到前面来。他是几岁？他现在几岁？很好，蓝莓选到前面来回答。55岁。好，谢谢梅雪。刚刚我们认识了第三位新朋友，他的名字叫丁丁，他是一个警察，他住在美国的丁东城，他的工作就是警察，所以呢他在警察局工作。小朋友说他今年55岁，很大的年纪了。那现在呢，李老师这里还有一些不同的人，他们年龄不一样，年龄不一样，名字不一样。有的是男孩，好，谢谢思如。有的是男孩，有的是女孩，也从不同的国家来，有不同的工作。那我现在要让小朋友两个人一组，回到自己的椅子上来。等一下，让我说完。回到自己的椅子上练习，一个人来问问题，一个人来回答。我给小朋友3分钟的时间。I like the way Miss Lee reviewed the previously learned language items through her own questions, the students' questions, and the pair work. And she did all these review activities while talking with the students about the pictures of a city. So the review was conducted in the context of meeting people in a city, and this gave a real reason for the students to apply what they have learned. Very well said. Now let's see how she introduced the new language items and how she guided the students to practice them and then apply them to their communication needs. 我们要认识一些新的词。这里呢，有一个医生，有一个护士，还有一个老奶奶在病床上打针。那这两个医生呢，在非常认真地给老奶奶看病，才能帮助老奶奶恢复健康，好起来，变得很好。那这里我们要选一个新的词，小朋友跟我一起说：认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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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那这两个医生在给病人，给老奶奶认真的看病。那这个小朋友，他在认真的做作业，认真的学习，所以他才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考试成绩。这个小朋友他认真吗？云朵说他不认真。为什么他不认真？因为他不 reading 和 asking 的。有，你可以用中文问我吗？你可以用中文说吗？我可以说一点。你试一试用中文说。他不认真是因为他不是在读他的书，他是在 asking questions， 在问问题。很好，云朵觉得他没有认真的看书，在问问题。那这个小朋友，你觉得他认真吗？月秋到前面来说话。嗯，他是很认真在读书。他是很认真的在读书。你觉得他没有问问题，很认真，很好。谁有认真听李老师上课，竖起大拇指。那谁有早上认真的写早上的作业，竖起大拇指。谁每次上课看书的时候都能够认真的看书，竖起大拇指。很好，那跟我一起来说，认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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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里有一个人，哎呀，我的东西丢了，怎么办？我找不到了。那有一个警察过来了，说你什么丢了，我来帮你，我帮你去把东西找到。所以这个警察呢，很
热心啊，小朋友可以认识这两个字，他很热心的帮助别人去找到丢了的东西。小朋友跟我一起来读一下，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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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两幅图里头，你觉得他们是热心还是不热心？为什么？来告诉我，思如到前面来说。这个是热心，为一个小朋友，柏林，你的手，小朋友，这是摔跤，摔跤，一个小朋友是去帮他，非常好，思如说得很棒。这个人是热心的，好，坐回去。因为小朋友摔倒了，他去帮他，把他扶起来。那这个小朋友是热心的吗？来，加乐说。他们不是热心，因为他们在make一个大的 mess。他在做了，把这里搞得很乱，是吗？加乐去做下去。有没有小朋友觉得不一样？来，思聪到前面来说。思聪，你大声一点说。我觉得他们是我心里为他们在挖机，在捡垃圾。对，在捡垃圾，很好，谢谢思聪。那思聪觉得他们是热心的，所以呢，因为他们在把垃圾捡起来放在垃圾袋里，所以是热心的小朋友。老师也觉得他们是热心的小朋友，因为他们不是扔垃圾，是捡垃圾。就像我们上完厕所，在厕所门口看到垃圾桶旁边有掉在外面的纸，有小朋友就会帮老师捡起来扔在了垃圾桶里。云涵说，一个小朋友，一个男孩，他不在收拾，但是他在，可是他在帮小朋友拿垃圾桶，对不对？拿垃圾袋，就像我们每天吃完午餐，有小朋友帮忙去拉垃圾桶，你觉得不够热心？我们小朋友谁有热心的帮助李老师去把我们的教室和学校变得很干净？竖起大拇指，很好。那谁有小朋友没有在的时候，有小朋友，其他的小朋友帮助我们热心的去收拾课桌、收拾书包，竖起大拇指，很好。那谁在餐厅的时候，有小朋友午餐盒没有收好，母亲转过去看前面，那你去帮他收拾午餐盒，竖起大拇指，很好。谁觉得自己是一个热心的人，竖起大拇指，很好，谢谢小朋友。认真，聪明，热心，勇敢，聪明，认真，勇敢，热心，认真，勇敢，热心，勇敢，认真，聪明。长大以后，你想成为老师的小朋友，请举手。有两个小朋友成为老师，那这里呢，老师来画两个盒子。哦，长大以后想要成为医生的小朋友举手。没有小朋友。长大以后你想要成为警察的小朋友。有一个小朋友想要成为警察。那长大以后想要成为面包师的小朋友，一二三四，让我再数一次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小朋友要做面包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看看小朋友能不能用我们学过的词来说一说，长大以后你想成为什么？为什么？我想做一个老师，因为我很聪明。因为我很聪明，很好，谢谢明轩。不动不清，来找子文说一个。可以，可以说一个字。一个字可以。
我想做一个 army mechanic。嗯哼，做一个工程师。因为我很聪明，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做很多的 machine。做很多的机器，很好，谢谢子文。蓝莓水说一个。我想做一个面包师，因为面包师可以很热心的给钱他们的人给他们的，还有给小朋友不用食物。还有不有钱的。很好，谢谢美雪。那现在小朋友看看李老师的手里，手里有一个小纸条，说长大以后我想成为什么。那我们今天在这里要写汉字，我们学过的词在这里，所以小朋友今天可以用一用我们学习过的词，然后要写因为什么。我长大以后我想成为什么，因为把原因写下来。英语书先不难。好，老师，词没有学过怎么写，你可以画一画。Okay, that's definitely what I should do because I don't know how to write army guys.那你就写我明天 母亲回椅子。好，地毯上的小朋友自己读一读自己手里的句子，我等一下要让小朋友做一个转身分享。可以啊。思如，长大以后你想成为什么？思如来回答。两个人，两个人，一组来做。好，思如加乐一组，云朵明轩一组，云海思聪一组，梅雪月秋一组，云丹子文一组，子欣和甜心，你和子欣一组，你来前面。I think the instructional steps for this lesson were well connected. The students were guided by the teacher to learn and reinforce new words and to apply them to their speaking and writing. And she did all these things in a context extended from the review activiti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lesson. I have a question, Mr. T. I noticed that almost every student went up to the front to answer the teacher's questions and to present ideas.Should we require students to come up to the front all the time? A good question. Learning to speak in public is a long, gradual process that takes time, especially for shy students. It seems to me the children of Miss Lee's class felt comfortable going to the front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But I think it's still a good idea to have a variety of options for answering questions, such as coming to the front, sitting on the floor, or sitting at the desk. This will meet the needs of different students. What do you think? I agree with you.Great. See you all at the next episode. Goodbye. Goodbye.